姐夫，姐夫，这是单位，叫张团。我是张小伟呀，这下把你嘚瑟的，能耐坏了是不？当两天团长都找不着北了吧？我就问你，我跟你说那事行不行？啥事儿啊？你给我装糊涂是不是？啊，这不，我想起来了，就是是不是就是说你男朋友家？他那妹妹叫美美，要上咱艺术团来工作这事儿啊？对呗。小丽啊，你跟我说实话，他业务咋样啊？老好了，主要是长得才可爱呢，姐夫。关键这个事儿吧，他不是我说的算的事儿，知道吗？另外，你姐夫这个人呢，他也不是徇私的人，知道吗？那举贤还不避亲呢。真有意思，姐夫，我坑别人还能坑你呀？你看这家伙，这两天没见着，还学点文词儿，妈还他妈举贤不避亲呢，这搁哪学的？哎，姐夫，哎，哎呀，这给我蹦我一身！你干啥呢你呀？不是，姐夫，姐夫，我问你，你这给我烫！说正事儿，姐夫，你们团现在有没有那样人啊？就是年轻点的、帅气点的，主要业务还好的小男孩。完，我妹妹进团了，让他俩呀。做组合唱一副架那多好啊，有没有啊？还有没有？我们辽宁民间艺术团啥样的演员没有啊？就前两天啊，我们新来个演员，这小孩啊叫陈杰，功夫相当了得了，他就是一个舞台狂，我感觉他这一辈子就这为了舞台而生的。能有那么好吗？哎呦，我让你见识见识啊。来，陈杰，陈杰呢？来，梦发怪事跟可报前生恩来风达是无憾请信我说是真的爱你好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不是姐夫就是就会弹个吉他就叫好演员呢再者说你瞅着胖的乎的这是啥话呢还什么叫好演多才多艺我非得给你展示一下来起来给我来陈杰来展示来怎么样再来啊怎么样看见没啊你来给我来那个来连起来那个来来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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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怎么样人送外号会飞的猪你看那猪趴下了不是团长我跟你说多少遍啊你活活给我丢脸不是你关键时候你就给我丢脸团长你人有尸首猪有尸皮发现你啊那你尸体得有个时候不不是团长你叫我干啥呀对了我叫你出来啊是有点事儿啊咱们团呢新来个女演员我想啊让您俩呢做个搭档做个组合哎那好事啊团长啊那人呢啊对那什么呀美美呢搁外面都等半天了那快要进来呗啊姐夫，你得给人走个曲儿，要人还上不来呢。哎呦我的妈！这下业务啥样不到，这还挺能装的。来吧，给整个曲儿来。整个曲儿来。不是先生，您等会儿来，您等会儿来。小丽来，来怎么啥意思？就他呀？对呀，长得多可爱呀。不是团长这能行吗啥叫行不行啊行不行你先等会儿你干啥这能行吗这你就不懂了吧好演员必须得有自己的风格你说这话真对对吧对陈杰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好演员呢必须得有自己的风格你今天呢你跟他俩配合好过两天啊我们艺术团呢就有个大型的演出如果你俩配合好了呢就可以代表咱们团去参加这场演出如果你俩配合的再好了呢我就可以把你俩推荐给咱们
过年七天乐，你看怎么样？哎呀，那是太好了，谢谢导演。导演你放心，我肯定不给你丢脸。那个行，这样啊，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们啊，这么多观众，你别给本团长丢脸啊，发挥你一切才能给大家演出，怎么样？待会儿来点掌声来啊。相信你哦。现在开始不？开始，来。好嘞。你好。要不您先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好。哎，请允许我们俩代表我们辽宁民间艺术团，祝愿全国的观众在今后的日子里，天天有个好心情，月月有个好收成，年年有个好身体，永远有个好家庭，给您拜年了。好。你说两句。感谢大哥大姐送给妹子这么热情的掌声。好，好，这不能。好，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没毛病。朋友们见笑了啊，他有点紧张啊。完了没有？那个词儿没准备好啊。那不是，那个这他忘吃药了。吃了。哎，吃错了。吃多了。你吃多了，你跑这，你不是没毛病啊？没毛病。啊，哈哈。那个，那个，咱们能好好说话不？啊？就是。说话的好好说话，你这说话太费劲了，就你还感谢，等你说完话都散场了。你这么的，你听我的行不？你不用说话，你给我伴舞，我给大伙唱首歌行不？真定了啊，你听我那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首先我再说两句。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那个接下来的时间我再说两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接下来的时间我首先我要说两句。好、啊、哎呀，那个不是团长，这能演了吗？这不是没毛病啊啊，继续来。感谢啊，感谢大家，这么捧场，这么热情啊，这么包容，给了这么多的掌声。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由我为大家演唱一首现。你想咋的啊？咋的了？什么玩意儿咋的了？你别搅和我行不行？你这一搅和我，谁看我了？都看你了。那你管不着，人家愿意看谁看谁呗。哎，行。你没病啊，我快让你整出毛病来了。团长，我不演了，你换人吧。这啥玩意儿？这是演员吗？这说话都说不明白。哎呦我的妈，陈杰啊，
不是我今天当团长，我说你，你是真经不了事儿啊！你是就把你一会儿把那个整懵了，一会儿又团长了，一会儿又导演的，你可是出了。我告诉你，这个演员刚来就给你就你就配不活不了人家呀！啊，你这么完蛋的玩意儿，我的妈呀！你站点啊，我给你表演一下。对，姐夫你来。什么叫演员？你必须得配合人家，对不对？配合好，你是捧人家的，知道吧？来，学点来。你来。看着没？得配合啊。那个，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过年好！你看看人家，说话没毛病。不是让你说没毛病，你快点说。咋说呀？就提点数啊！快点说。咋提呀？搁手提呀、啊，就是提速，快点说话，快点说。咋快呀？咋快？你就来那个，你说快点，就把话快点说。就是你说这个，你来不来？你来不来？你来不来？我人没来没钱，枪都不能求我少钱。啊？就是你来不来？你来不来？我人没来没钱，枪都不能求，用他妈要什么钱？啊？像你这么快呀？对呀、啊。啊！你看这不就明白了吗？再见！回来！你看我就说不行吧？你还小丽，我跟你说，你不是这美眉，我跟你说，表演风格咱先不说，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呀、啊？啊？什么神经？人还没唱歌呢！你拉倒吧，还唱歌呢？说话都费劲，唱可不是咋的？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咋的了？忘词了吧？没到呢。小小鸟啊！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哎，这句挺顺溜啊，可不是咋的？一阵一阵的。那什么，妹妹，你唱高潮部位快的那个地方，快快的，对对对对对。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去吧去，想要飞呀飞，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哎呀，太嗨高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让你开心、让你笑的搞笑小品王，而且还是免费观看的哦。那首先呢，我们要打开微信，然后点击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选择锦底端的公众号，我们点击。之后呢，在这个搜索框里呢，我们输入微信公众号 TV7723 TV7723， 点击搜索，点击搞笑小品王，我们进行关注，关注之后选择进入公众号，进入公众号之后呢，我们点击公众号底端的这个搞笑小品。那接下来呢，恭喜大家成功进入我们免费观看的页面，这里所有的搞笑小品全部都是免费观看的哦。那想看的朋友们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哦， TV7723 TV7723， 看完之后呢，动一动你发财的小手，把它分享出去吧。